all the good girls you take out for dinner.王总还是给快球的。比较困难。现在中国队抓古巴队的一个进攻落点的预判，抓得非常准，漂亮。队员几乎都是没有什么老队员在带。你首先你自己就会觉得，哎呦，撞飞了。中国的这些人在一看复古的话，可能会感觉有点跟不上。对。